闪现过来，普攻输出，差一下，看一下等技能，差一下，女装在等，哎，闪现。闪现直接再留一个两件全中，这边都有点残，打出了宋的被动，踩一圈炸掉，三个人留住，但这一波残血暴走，还要再点吗？哇，哇这边输掉，打了零换四，是啊，直接打了个零换四。